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伊斯轻松频道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赞好、分享和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啊。我们今天去海心公园游览。我们来到九龙城码头巴士总站了。有多条巴士线嚟呢度嘅，巴士总站旁边亦有标位停车场，平日标位都泊满车噶。巴士站嘅前面系九龙城码头啦，渡轮嚟往北角。码头旁边有行人小径，由小径呢度咧就可以去海心公园噶啦。路程大约270米。小径沿海岸建造。行下嚟到景云街啦，栏杆上面设有漫步海心太阳能电灯嘅。海心前系一个小岛，仲有一个名叫做土瓜灣島。呢度我哋体验擴增實境特效。首先扫描栏杆上面二维码，下载同埋安装跃变龙城应用程式，之后开启应用程式，点按目录，跟住点按 AR 体验当年今日。再点按渡轮踪迹景云街。阅读使用时要注意周围的环境，点按明白，再点按立即开始，去找寻印有渡轮资讯的栏杆，要用镜头对准渡轮图案，画面就出现相关的渡轮嘅。嗱，呢个渡轮是从前的哇啦哇啦的小艇。用手机将小艇带到海面上航行，咁就可以重现土瓜湾昔日嘅光景噶啦。跟住仲可以影相同埋分享噶。接着咧，仲可以找寻其他嘅渡轮嘅。玩完擴增實境特效，我哋依家就进入海心公园。海心島四周怪石磷崎，其中以魚尾石形神俱肖。你從遠處遙望咧，巨石仿如魚頭同魚尾互崎嘅，會似畫家筆下嘅鯉躍龍門嘅形態。海心公園入邊咧，係保留住呢塊魚尾石咧，就供遊人觀賞。海心公园咧，亦设有海滨长廊同埋海心亭。我哋行出海心亭，
到两根支柱嘅一对对联。海心亭居西湖韵，鱼尾石泉此地灵。响海心亭咧，远眺红磡、北角，同埋九龙湾嘅景致。接住我哋行海心公园嘅扩建部分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观赏鱼尾石，扩建部分都很大，有13000平方米，在土瓜湾海旁一带，设有景色优美的海滨长廊。在这里我们再玩跃变龙城的应用程式。典案目录，再典案 AR 睇见当年今日，典案320度海心故事，阅读使用时要注意周围的环境，典案明白啦。将手机举至同你视线的平衡位置。再点按开始阅读，自己整个人咧原地右转，咁画面咧就会出现海心故事噶啦。喺50年代初，市民咧如果出入海心岛咧要坐小艇嘅。1962年，政府在土瓜灣沿海進行大型填海工程，直達海心島。填完海，在1970年開始興建海心公園，園入面是保留魚尾石和自然景觀。1972年，海心公園正式啟用。公园入面都展示了海心岛以前的旧照片。50年代初，海心岛上面行屋搭建的海鲜餐厅。1971年，海心公园施紧工嘅。1972年，海心公园完工啦。阅读完海心故事，我哋依家继续行公园。树木咧仲未长大，需要戴被遮同埋帽咧遮挡阳光啦。公园入边咧都有多咗呢啲天然奇石噶。入面有健身场地，公园入面也有儿童游乐场的。
洗手间设备齐全。海心公园隔篱咧系下水水花园。Hello， 我系渠务署嘅夏水水啊，欢迎游客嚟临。呢度咧原本系污水处理厂海旁嘅紧急车辆同埋维修通道嚟嘅，依家已经改建成为连接海心公园嘅海滨长廊啦，长约140米。在这边就直望鯉鹽門啦，你看看风景几靓，海风拂面，美景尽收。哇！呢幅下水水壁画好巨型啊，佢有12米高。行完下水水花园，我哋返回海心公园啦。离开海心公园，我们是途经景云街游乐场的。最后你沿途折返锦龙城码头巴士总站，坐巴士回屋企啦。今集到此为止啦。喜欢呢条影片嘅，请俾个 like、分享同埋免费订阅。下集再见，拜拜。